你会找我吗？我一定会找你。如果没找我怎么办？木炭烫鸡，木炭烫鸡，木炭烫鸡。感谢五百五十五天，我是真的无悔无怨。楼俊说求婚，民谣 key 的喜意承诺被挖，网校真的交了。学校最浪漫的语言 ，Till Forever， 给女友焦凡凡。罗俊说日前才在马尔蒂夫求婚成功，焦凡凡似乎也难掩兴奋的情绪，和朋友在饭店穿超辣泳装开单身 party。以为风平浪静，谁知半路杀出程咬金 ，A.K.A. 罗俊硕同乡 ，A.K.A. 硕的好妈咪兼学长 Kid， 日前才被邀担任婚礼演唱嘉宾。爱我别怕我，想起我的生活。没想到被兄弟反咬一口，挖出野人七号部落的旧片段，让硕这下真的 BBQ 了。问啊，还没啊，未来啊，会吗？会啊，会性交吗？我都会娶性交的。你会找我吗？我一定会找你。如果没找我怎么办？木炭烫鸡，木炭烫鸡，木炭烫鸡。好，如果你要找我的那个日子，我刚好在忙改日子吧。我会一眼完电影。我没有说谎。缺点其实就是很健忘，说谎的人要吞1000根针哦。剪辑师一发此片段后，因网上一片骚动，真的要交集了，吉吉又烫焦了 ，Kid 也连忙转发 tag 准夫妻两人，怎么办啦？有凭有据，完了完了！这下吉吉不保的柔俊硕也连忙回应：哎，不是，我说的是婚礼。剪辑师二剪是这样吗？不要了，小凡众人。来